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孟涵，欢迎收看《模拟人生4：从零开始的游戏实况》啊。上集的话，我这边的话是受到了这个诅咒啊，这诅咒的话现在只有兔子能捡了，还好我们选择了不同的分支啊，否则同样分支的话会很尴尬。然后我们这边是需要兔子，其实这里边无所谓了，只要把前四练习上去就可以了。首先，我感觉先让兔子把那个消除诅咒的技能给学一下。是练练魔法吧，魔法练习，练习魔法，狂野魔法，狂野魔法可以解除诅咒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狂野魔法我记得是可以解除诅咒的。兔小只的是狂野魔法，控制心智，然后外轮啊，这个死灵召唤分身，哎，解除诅咒，哎，对，有这个。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练出来，他每次给的技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能解除诅咒的话，那基本上自己也可以解自己诅咒了，就不怕有诅咒了，就随便练了。哎，我这个是去哪里啊？打扫。哦，版税又来了，差劲，全部装瓶。我这边是不是药水用多了？四瓶了，对，装瓶。但是好像并不能练技能啊，我发现。哦，浴火，新的法术，继续练魔法，两个人疯狂在家里闭关修炼。啊，其实我也可以练这个魔法的，我还是练习使用魔法吧。我们来看这个魔法。感觉兔子这边应该能练到新的魔法。兔子才是，哎，兔子才学徒吗？哦，看来炼药给的挺多的。看看兔子这边能学到什么魔法。哦，我学到传送术，好像很厉害啊。再练习一下。传送术，随时使用传送术练习使用魔法。兔子怎么还没学到新魔法？我好像啊，我这边练魔法也会有那个，那还是等兔子把诅咒解了吧，有点吓人。我只要使用魔法，我就会有降这个东西。哦，这里的话还是炼药水啊，炼药水不行，炼药水也会生。城市创作，写书吧，继续练习写书。哎，兔子这里没学会魔法吗？啊，不是每次都能学会魔法的吧？好，练习魔法，还是狂野魔法，希望能学到什么好的魔法。哎。目前阶段所有法术施展，练习魔法或大多做实验就能提升他的魔法哦，是看等级的。看来兔子这边也不能去施法，这个升的不是很多，应该能升级，升级之后就可以学到新魔法。疯狂练习魔法。哦，五级写作技能，这升的好快啊！对，今天不涨了吗？涨的不多，而且还会加这个，比较麻烦。感觉不是在练魔法，在放烟花。怎么不盯上来凑上来了？哦，我感觉再练一下，我就可以升了。再练一下，兔子就算升级了。
快升级了，快升级了，升级就哦，浪漫城镇。哦，死魔告诉我下一个阶段可以获得新法术。嗯，包裹一份魔法爱心包裹，什么东西啊？收信，等我去看一下魔法爱心包裹是什么。我感觉解除诅咒是到后期，外冷内热，解除诅咒要等到很后，很后面这个等级才行。魔法包裹是啥？全部的信。啊，是这个药水。喝个饮料。啊，这个，移除挥之不去的臭味，还有这种心智专注。酿造药水，充裕需求药水，还是酿药水升级比较快，我感觉。先喝瓶，喝一瓶吧。有，好像喝药水也会加这个东西的吗？发现，啊，都会加，只要能量充满了就会出问题。我这边都快大师级了，兔子这边还是高手级。吃通心粉。吃啥通心粉？不吃。这个打扫一下。哇，兔，哎呦，兔子怎么了？这个是什么诅咒呀？哇，怎么变绿了呀？我的天！讨人厌的魔法，来自讨人厌的诅咒。你的脸变得非常可怕，社交会非常困难，附近模拟市民都会嫌弃你。哇，这诅咒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妈呀，这个，哇，兔子也被诅咒了。可怕的诅咒，这个诅咒比我那个诅咒还要可怕。不过这个诅咒可以消掉，好像可以消除的，但是有一段时间呢，三小时。哇，这个就很难说，因为是有这个红。哦哦，这个还诅咒完了，这个诅咒好像不能消除了。天哪，这个诅咒。不是三小时的吗？是永久的吗？那就是我如果施法失败，我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的天，太恐怖了。那我前面运气算是好的。我前面运气算是好的吗？哇，这诅咒真的是有点恶心啊。那诅咒太强了，变绿了。贼恐怖。啊，这个还是不能让人物死啊，还是要接着写书啊。继续练习就会增加这个，我们只能等它减少了我们再去练习。看一下写书，那也不能一直去练这个药啊，这有诅咒啊，就很尴尬。继续练习写作，太恐怖了！我们两个人都获得了一个诅咒，能量失控诅咒。啊，这个没有苹果了，我们可以买点苹果。我可以买点苹果。嗯，我记得是在买种子里面有买，直接买苹果。买水果好像不是买苹果，买礼物。礼物里面好像有苹果。16啊，这里面直接买苹果。
他这魔法还是很难练啊，我发现。以防万一吧，我们还是先直接那个吧，不炼药了，炼药出问题了呀。法术，练习魔法，狂野魔法，我看看我能练出什么狂野魔法。反正我这边练的话，就是魔法能量会升得非常高，会突然间失控，加的非常多。哎，兔子这边正常了，但是这个讨人厌的诅咒，这个是实时一直会有发生吗？哎，我这边是练完了吗？2天后工作。兔子先把这个书写出来，到时候我们一人拿一本，至少不会死。我就怕诅咒出现那个死亡。哎呦！诅咒死亡就麻烦了。我们再试一下，我们在那个魔法要求训，哎，要求魔法训练啊，法术决斗。哦，点错了，点错了，自己点自己。练习魔法，打开魔法书，有没有喝了之后可以解除诅咒的药水？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买。魔杖、魔典、宝典，看看啊。低阶魔法师专用，传送术、宝典，我可以直接学到啊。反胃宝典、回春宝典，高手阶段就可以做那个。哦，我可以直接学习在这里，直接可以买了学的，只不过是随机的。死灵召唤。永生不死宝典，预防死于年老的药水哦。永葆青春，永生不死，那我不是无敌了？看看这个，永生不死要大师阶段，我还没到大师，我可以买一本啊，买一本。他这个是要大师那个狂野派的才行吧？啊，不过也无所谓，都可以练。轻咒宝典，移除模拟视频上所有。哦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可以买一本。高手阶段，这个我可以学一下。有这个东西也不需要那个，也就这个是药水吧。药水，我们现在要学药水，学到药水了其实无所谓。哇，我们现在学魔法术是这样学的呀。永生不死也可以学一下，我感觉我就可以做这两个。然后兔子是有法术，我们反正每人有一个法术就行了。我感觉应该让兔子用这个石磨，然后我用这个石磨。这要学多久？学这个应该不会长这个东西吧？我们只要移除诅咒之后，我们就肆无忌惮的可以去练魔法了。哎，我可以去那个唱演唱会了，等一下。就赚一批钱回来，快6万了。这一集不知道能不能赚到足够的钱买新房子，下一集可以买新房子了。外景演出，然后回来接着练，研究魔法宝典。好，兔子这边已经20%了，看看。好，1万块赚好了，6万了。兔子这边已经63%了，快了，写作马上满级了。我又开始在学这个宝典，这个宝典学会之后，我看看要什么材料，我可以直接买。打开魔法书，这个药水，好运药水。魔法灵气药水是什么呀？这不知道是啥药水。移除诅咒，苹果、柑橘、神仙鱼、曼德拉草。
啊，我可以先去买一下吧，把兔子这个身上或者我身上这个诅咒移除就行了。鸣人等级下降，药水原材料，这里可以买到所有的东西吗？柑橘石，然后曼德拉草，还有什么？神仙鱼好像也有买，没有的话只能自己钓啊。啊，神仙鱼，神仙鱼其实也不难钓的。还有什么？苹果，苹果我身上有，苹果我身上好像有。制作药水，轻皱药水，一次可以做几瓶？我觉得。就怕我做药水的时候做失败，然后又中诅咒，这个就非常难受了。好，兔子变多少了？76%，哦，快了，快，升得非常快，78%、79%。四分之一，我这里才，我感觉兔这边练满级了，练满级我这边还没好。写作满级我们就不怕死，不过有长生不老，也不行啊，它只是不老啊，并不会那个啥呀，并不会那个死不了，对不对？死神来了还是要死，否则就要去喂那个。哎呦，兔子怎么又这样？太恐怖了，这个兔子，一会儿变难看，一会儿变这个，这是巫婆模式了，天！先要把兔子身上这诅咒移除了。好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 ，OK。哦，完成正统天才，升到最高等级了。我这边还要努力把这一个药水给弄出。好，炼药成功吗？哎呦，又失败了，完了，我又中诅咒了，莫名敌意的诅咒，我的天，完了哦，这个上来就要打我了，这种节奏，哇，这个好难练啊，有这个东西之后好难练啊。莫名其妙的会对你十分恶毒，甚至会找你打架。你不要放进来了，放进来了。这个药好难练，还练不成功，只能靠兔子去练，我觉得因为兔子这边没有什么诅咒的药水，把这本东西再让兔子研究一下。不灵咋的呀？这里落地，我这地上一滩水是我的吗？阶位不足无法得此宝典，好吧，那兔子这边只能这样了。我这个现在这个魔法好像很糟糕，各种问题。我这诅咒一堆一堆的了，之前都没诅咒的，我感觉要去点那个天赋，就不会中诅咒的天赋，不会失败。我这个是实用性药水还是什么药？那个药水呢？练习药水成功率，调制药水速度巨幅提升，解除充能，使魔法师解除归零。哦，我感觉要先学一个这个，
先学一个精用精通魔法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诅咒不知道怎么解，反正我失败几率会大幅度降低。永远不会失败，我学一个这个吧，精通魔法。啊，这边其实还可以学一个这个解除充能。我现在这个是充能状态吗？那我还是要去买这几个药水，我自己喝瓶药水吧。兔子这里是什么状态？还是要喝药水？兔子这个时不时会变得很可怕，会变成绿巨人一样的状态。清理毛队。好，兔子这边应该能写这个书了，我看看啊，写书，创作书种类。自传，神秘，更多，非小说诗，哎，你有这个书吗？神秘学，灵魂，啥意思？作家瓶颈啊，要休息一下，放松一下，那些创意就会再次涌现。或者也去学一下这个研究魔法宝典吧，我觉得他也可以练一下这个用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个选择啊，订购一些魔法物品。一二三四，然后还有啥？神仙鱼。然后我再来练一下，我存个盘，以防万一，我们可以退回去。啊，兔子还学不了这个魔法书，那挺难受的。那直接让他继续练呗，练习魔法，练习狂野魔法。我这边继续制作药水试一下。兔子可以到这边来练习。12点开始工作，星期一12点。我这边还有20小时我要工作了。就怕这个出现那个异常。哇，我这个充能有点吓人啊，会不会又收一个诅咒？兔子这里倒没啥，兔子其实是可以练，但是等级不够。更多选择魔法，然后练习魔法，狂野魔法，继续练呗。死灵召唤，魔法浴火，更多选择魔法，练习魔法。死灵召唤，死灵召唤的估计要到墓碑才行，墓碑才能召唤死灵。我这快练好了，哇！我这个爆炸了，我这能量炸的呀！能量这边要炸的，估计会出事情。招数组织的几率提升了，如果失败的话，但是我好像加了一个点，他说不并不会失败，炼药就不会失败啊。能量要过载了，哦，成功了。踏进的清组织药水可以的，全部装瓶，先给兔子吃啊，或者我先吃一瓶看看效果。 Yips. Oh, Yips.
哦，是这个吗？新诅咒。哇，诅咒全部清除，太强了！这个药水可以，然后再给兔子一瓶，再给兔子一瓶。啊，兔子需要清除的这个诅咒也是挺烦的，这个诅咒时不时会变得非常吓人。好，兔子的诅咒也移除了。大获成功，那我这边能量都爆表了。那兔子这边其实可以把那个点数加到这个上面。啊，还没到那个等级，到这个等级之后可以把这个东西加到那个上面，就不会失败了。那就可以炼药水来升级，省得又那个了。不过我们现在有这个也无所谓。啊，充能满了，对不对？充能满了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写个书。练习写作，写请假条给单位，城市。但是我现在要去上班了，好像还有16小时要工作啊。写作写书，因为现在这个状态是没法再去练魔法了，都满了，再练魔法又要受到诅咒，有可能会有其他概率性的那种死亡性的那种诅咒，挺麻烦的。六级写作。好，兔子这边主要是靠这个炼药锅去提升等级。我发现炼药锅好像升级非常快啊，但是不能超过那个状态。电脑又坏了。法术我可以维修，看看能不能施法成功。哎，对，不能施法，不能施法，那是花钱吗？这施法太危险了。我现在这状态是猛的，满的。继续写，练习写作。好。哎，这个品质好像还是差劲嘛，全部装瓶。我看一下外面窗是啥情况，啥声音？稀里哗啦，声音吓人啊！外面下着暴雨呢，天哪！啊，我们这边游戏里面风平浪静。兔这边多少级了？快了。喝瓶药水，然后再炼个药吧。喝个饮料。现在基本上成功率很高啊，一喝就闪光。他兔子这边能不能写那个书呢？我看看，神秘书是不是就神秘书啊？可能要写这本书，这本书写完应该就是可以拿在身上不会死，也不是啊。哎，也不是这个东西啊，也不是这本书啊。写作满级怎么写那个书呀？不是这本书吧？自传。神秘书，我这边还在练习呢，但是我这个要把那个魔力值降下来，太高的话有点吓人了。大师高手，两个人疯狂在，我这状态降不下来了吗？动都不动的，下，但好像越高降的越慢啊，越低降的越快。好，我又可以去演唱会了。又去赚个8万块钱，感觉下一集应该我们就可以买新房子了。
户外演唱会，十一小时的工作。啊，回来的时候喝瓶药就行，把状态给回一下。这个到底是什么药水啊？找个人试一下这个药水。做的这本书应该写完也不是零，我回来了，8万块了，我赚的还挺快的。专访，目前看起来没什么事，但是要随时注意看你的模仿能量等级，别沮丧。就是我现在是不是做药水的成功几率会高呢？就是我有了这个状态之后。只要是高手的状态之后，炼药的成功率就变高了，就不会失败嘛。我刚刚看到这边写的炼药不会失败，还有什么？我有生命在充能状态下使用法术和药水永远不会失败，在充能的能量过载状态下失败几率会大啊。只要不超过这个充能的那个过载能量就行了。哎，兔子写了这本书，但是这本书枯萎绝佳推理小说应该不是这本书吧。每天获取大量版税，这个互动每周可以执行一次，就这本书枯萎。但是我写不了那本书吗？怎么写那本就生命之书呢？没看到这本书自传啊，写的是自传，这个有点神奇啊！我记得以前是有，好像有类似的，我百度一下。哦，兔子这边干活干着，我百度一下看一下啊。模拟人生，写作满级，模拟人生四。是写作满级，写作满级怎么写那本书？这个还是写书啊，应该不是写那个写作满级，写作复活书是怎么弄的？Dornius. 写作十集，完成畅销哦，写本生命之书。哦，生命之书要改成写作的报复，我们看一下写作报复。这之前好像我有类似的这个，哎，这是哪个？写作的报复是书呆子脑袋吗？也不是啊，魔法与这个新手入门写作的报复，哎，没有吗？电脑神童书呆子哦，这个也不是写作的报复，应该是哎，我找不到嘞。馆长户外活动应该是在这个里面，知识里面基本也不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里面吗？写作达到五级，文艺复兴模拟市民，书呆子脑袋，哎，写作五级，他没有写，是电脑上吗？城市玩家电脑神童，也没有写说写作呀，我记得有一个写作是哦，在创意里面，畅销作家。
写两本书，当有灵感时，哎呀，我又失败了，我又获得诅咒了。哦，又倒地了，不过我没获得诅咒，又获得了一些神奇的水，可以给路人用。那我还是要完成这个报复才行啊，早知道先完成报复了。这个报复没有完成，他是畅销作家，现在我们现在是多少？要完成四个，当有灵感时写作一小时，就一直写，写到后面有瓶颈了，也会有那个负面效应。啊，不过我没有那个，啊，这个成功几率还是有点问题。布丁，你干嘛？别乱碰我的塑料袋。嗯，你再碰我，把它放起来了，布丁。布丁，哎呀，我打扰机，36，啊，不是36，37，37是什么鬼？啊，我都是布丁的毛呀！啊，我们好像要写这本书还是很难，慢慢来吧，不急。这个报复慢慢完成，我这边的话可以，哎，我这个已经全部完成了吗？电脑神童全部完成了，哦，电脑阿宅全部完成，电脑神童全部完成，然后我可以把这个，哦，前往魔法世界，哦，这给了我好多点数啊，5000多点了，我要买一个，就是到时候不用上班那个，不用上班也不会那个啥的。其实这里可以买青春药水啊，可以返老还童，老了也没事。嗯，看看专业懒鬼，不上班也不会被降职，永不饥饿，永不疲惫，不上班买一个这个，这个肯定要的，这个到时候我用的，对吧？兔子这边就是无所谓了。布丁，干嘛呀？你又去玩那个啦？不禁要出去啊！但我这边好像没有什么新的报复可以去完成了。幸运，家财万贯，海滩生活，爱情，自然户外活动，丛林探险者，声望，暂时没什么，先把这个魔法玩起来吧。哎，我也可以写作呗，我也可以搞个写作呗。写作这边的话有瓶颈啊什么，其实写作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报复。写作畅销作家，现在写两本书，我等会儿不会又倒地了吧？要成功了，终于成功了。普通，哎，这次药水是普通啊，全部装瓶，不错，全普通药水可以。哎呀，好像差劲的药水装瓶也是这个样子，奇怪。哦，我这个能量又快超负荷了。写作，我们就天天在家里写书，写一首诗。树诗比树木更可爱。兔这边写快写完了，兔这边一定要完成这个报复才行，才能写那个东西。我们看这个报复的给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呀？啊，三本畅销的书，完成三本畅销书，15个小时写5本好书。好的，完成了一本书，再写一本呗。再写一本随便什么励志书呗，然后两个人就在家里疯狂写书。
哦，这是什么日啊？我还三小时要工作了。兔这边的话是星期一12点，还有6小时。还好，先喝瓶药水就直接满了。现在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啊，每分每秒都在，这个叫啥？打造、打磨自己的技能、技艺。还有3小时的工作。兔这边血书已经满级了，其实。当有灵感时，写作1小时。有灵感？怎么才算有灵感呢？有灵感？哇，这个好难啊！当有灵感时，就是没事一直写才会有灵感。哦，快！哎，我这本书写完，应该差不多可以去上班了。好，先别写了，先上班去，要迟到了。上班要迟到了，前往工作。啊，兔子这边要到12点才去上班啊，已经出发。喝个药水啊，应该这本书应该能写完。哦，两本书写掉了。写这两本书咋样看看？这两本书写的是不是很完美？绝佳，普通，把普通的给那个啥吧，啊，要交钱了，付账单3000块，卖给出版商，普通的给他卖了吧，绝佳的留着，绝佳的我们留着之后，再搞那个啥，到时候要出绝那个好卖好书的时候再把它卖了，我们看一看啊。捐钱，减少恶作剧的资金。啊，1小时后要工作了。哎，兔子名声又上升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快4星了！这一次工作完回来应该就4星了。就坐着发呆吧，发呆到我们去上班。上班我们就不上了啊，自己前往。不加入了，布丁咋的呀？布丁饿晕了。哦，我回来了，2000块赚好。哦，我这边还是哎，啊，我还努力工作吧。我们状态好的状态下就疯狂努力工作，感觉可能没法晋职了，升职了这一次，时间不够，要等到下一次才能升职。编写程式还未开始，再喝个药水，状态全满啊！我又可以去，哎，这次我们赚够钱了，应该去唱一次演唱会了。去演唱会了，布丁呢？布丁咋的呀？生病了？好像也没啥呀，挺正常的。哎，我回来了，89000了，还差10000块。下一集的话，我们再去演唱会去搞一次就差不多了啊。城市，继续制作应用城市。兔子这边还没回来呀，兔子要多久呀？这边上班，不过回来应该就直接4星了，4星艺人。哇，兔子这个时间好长呀，还没回来。哦，城市名称，KK， 新的城市，但我这边应该完了吧？完成了 ，OK。完成之后，我们再接着炼药吧。诅咒药水现在没事，现在我们不会
应该成不是哦，真正的名人哦，兔子四星了，哇，自由转行，靠过来，超棒的名声，自由转行，这个要学一级 ，OK， 还有两点多余的呢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啊，免费，全免费，通通免费，双倍工资是什么？一路顺风，职业生涯更容易，且上班日能感受到正面情绪。哇，这个多暴力啊！来，喝个药水，差不多啊。我给饮料。这边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会不会到时候变成七彩炫光的玩意儿？这也不用管它了，我感觉。血书，继续，兔子这边接着写书吧，看看能不能有这个灵感啊。当有灵感时，写作，这个灵感我不知道怎么来，这个灵感是从哪来的呢？好像没有这个灵感状态吧。好了，那么这集我们也差不多了，这集的话我们终于解除了两个人身上的诅咒啊，现在这个诅咒是比较麻烦啊，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电脑买了一些素材回来。因为毕竟去找这些素材是很花时间啊，所以可能如果不解除诅咒的话，我们就没法继续练魔法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小一修一小丢丢的作弊行为，因为它这个电脑可以买到所有物品，如果去魔法世界是每次随机给你一些物品，啊，其实也差不大多吧，对不对？其实也差不大多，没啥多大，因为毕竟我们这个从零开始的话，也不是专注玩魔法。啊，专注是以魔法一个内容为主啊，我们是以所有的东西内容为主，所以不用太多的就是去让诅咒去拖累了我们这个游戏实况啊，所以我还是决定，装了这个模组就可以买到东西，省得去魔法世界跑回来跑过去又浪费几十分钟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，可以点个收藏啊，收藏必点啊。点个收藏，点个赞，投个硬币或者转发一下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